哎呀，等什么呢？等什么呢？等个回来嘛。对吗？我看到前面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套路，逼我。他一走这个位，心脏不？他是不是就不上来了？与你啊，走了。下去了。我要进入下一个环节。管呢？嗨，我管呢？啊？好，下一个。啊、对。哎为什么刚刚下去了？尖叫了吗？干嘛？哎，干嘛？下去了！带下去的吸管是从垃圾桶里面拿出来的。不是，是我真的，我真的就是放在后台让姐姐帮我看着，结果我一下后台，我看到鱼被打开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当时心拔凉拔凉的，然后我就疯狂的找，这真的是没有丢进垃圾桶锅里面的那个，不是我捡出来的，真的，袁宇真是个骗子，愚人节。来，因为去年，闭嘴，因为去年。等一下，你因为去年这个人吧就没有很好的完成我的任务，然后这个是补去年的那一杯，然后这个是今年又给你的。喝呀？怎么你替他喝？你给我闭嘴！哎，刚好我去年也不在了。对，我也不在。你要喝，我给你买那种酸的不行的，就柠檬蜜什么的。酸的不行的。你呀、啊。你就喝他的吧。大夫说舞台上不能喝交杯酒。哦，对对，不能，对对，不能喝。不，我没打算喝，我要唱歌。哼，喂。怎么？没有 BGM 吗？干唱了。喂，太冷了。为什么只和你能聊一整夜？为什么？什么词？什么词？没有。姐姐副歌啊，姐姐副歌。再靠近一点点，就让你牵手。才怪！再勇敢一点点，我就跟你走。不要！哎，我一定要趁着今天愚人节爽一把。我忍不住了，能快点吗？不能喝。那个舞台上就是喝了之后就会扣钱。对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来吧。好了，就是这样。对，怎么样？生日快乐！抱一下吧。哇！我哭了。哦，拿下去了，拿下去了。